这场第一个镜头重拍开始。人生不会重演。期校园电视，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专题报道，电视学院成立筹备工作紧张进行，93电编毕业生发出闻名离校倡议，95级四级模拟牵动数百学子心，迎香港庆回归演讲决赛落下帷幕，教职工体检结果喜忧参半，暑期火车票开始预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一个月后，97年英语四六级夏季统考将考验众多学子，为此95级学生进行了一次四级模拟考试，400多名学生踊跃参加，请看记者发回的报道。5月14日，95级的400多名学生参加了当天下午的英语四级模拟考试。多年负责我院四级考试工作的外语系张小云副教授谈了他对这次英语模拟考试的看法。参加北京市高校大学英语四级模拟考试，这个考试它是我们认为比较重要，因为第一，它每年只有一次，我们一年有2次四级考试，但是模拟考试只有一次，是每年6月，所以呢，这个机会是难得。第二呢，每次这个模拟考试的这个题型和这个难易程度。四级达标线与一般院校不同，94级达标线是50分，95、96级为60分，而一些特殊艺术专业如播音、导演等专业达标线又有变化，这些专业94级为45分，而95、96级则是55分。对于那些没能通过院英语1、2、3级考试的学生，将不予参加本次四级考试。考试后，我们采访了一位刚刚参加完考试的同学。并不是比去年还难吧，感觉难易程度差不多。我们现在感觉就唯一的一个欠缺的地方就是这个单词量，有些就是没有读，还有那个这个完形填空里面的有些那个单词吧，还是没复习到。感觉现在可能欠缺的地方就是单词量还是不够。那四级考试那个是一个最终的一个体验嘛，可以体验这些大学的一个英语水平。日前，举国上下万民同盼一个日子，7月1日香港回归。5月15日，工学院举行了迎香港回归演讲比赛，学院学生处副处长张根兴、院团委郑轩老师及工学院的负责老师担当了比赛评委。同学们有的从历史的角度回顾香港百年沧桑，有的立足于现实讲述祖国和香港斩不断的亲情，有的放眼于未来描绘出香港繁荣昌盛的美好前景。此次比赛从晚上6点开始，一直持续到9点，共评出6名获奖同学，他们将代表工学院参加全院的迎香港回归演讲比赛。5月21日下午，我院世纪扶贫百年沧桑迎香港回归演讲比赛在小礼堂举行，
来自五个系的28名选手参加了此次演讲比赛。选手们慷慨陈词，有的站在香港同胞的立场上抒发思归之情，有的则代表大陆同胞表达盼归之意，有的则立足于国际形势阐明一国两制的深远意义。时刻到来，它意味着中华民族将历经百年耻辱，它意味着香港将步入历史的新纪元。本次演讲比赛，管理系吴迪同学获一等奖，王鹏、李海培等同学分获二三等奖。一年一度的教职工体检结束，结果令人喜忧参半。廖阳发大夫深入剖析我院教职工体制现状，请看记者发回的报道。5月16日下午，校医院负责人廖阳发大夫就上周的教职工体检的结果接受了本台记者的采访。廖大夫，4月底的时候，我们对学校的部分老师进行了体检，那么这次接受检查的老师都有些什么样的情况呢？从那个体检的结果看，这个我院的教职工的这个身体水平总的还是好的。这个由于他们这个学员在学院工作的工作性质关系吧，从事脑力劳动，这个脑细胞啊，它长期处于一种这个紧张的状态，加上生活水平呢在不断提高，这个脂类食物啊摄入比较多，运动锻炼呢相对比较少，这个体力跟热量啊消耗比较少，这个脂肪堆积啊，这个影响机体的正常代谢啊，所以说啊，这个心脑血管病的病人比较多，这个占的比例比较高。你看那个高脂血症啊、脂肪肝啊、高血压呀、啊，啊，这个冠心病啊，这方面呢，这些内科疾病呢，占的比例比较大。那么外科啊，主要是痔疮啊、那囊肿啊、增生啊这些，这些病变。那么痔疮嘛，也是跟我们那个工作性质很有关系的呀、啊，主要是久坐啊、少动啊这样的工作性质来引起。所以，总的说，还是就是说心脑血管病。那你想对他们以后在自己的身体保养方面讲些什么呢？这个呀，现在吧，还是就生命在运转，这个有病治疗是一方面，那么防范无疑的，那就是运动锻炼，从这方面保健这个角度出发，我觉得还是很重要。日前，在校园内出现了一些风趣而又富含哲理的公益广告，请看记者发回的报道。记者日前从我院中央三台优秀班集体95电视新闻班了解到，他们为了呼唤广大师生维护校园公益，在校园主要场所树立了由他们策划创意的公益广告牌。就此，班长任静接受了本台记者的采访。看起来你们这些公益广告都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而且特别是哲理性。那么，像您这个公益广告总共多少条？我们这次一共有8条内容，八种内容，但制作了3张。像制作这么一些广告的话，它需要大量的资金，这些钱是从哪儿来的？这是我们班费内掏的，因为去年我们作为中央三大台奖的优秀班集体获得以后，得了一笔奖金。我们就想利用这笔奖金，我们应该为校园多做点贡献。那么在这件事上，我们就利用这笔资金。据悉，这是该班迎接校园文明复查、创建文明高校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是本台记者报道的。暑期临近，火车票预订工作展开。此次新开辟的线路区段更方便了师生暑期的探亲旅游，请看报道。我院暑假学生订购火车票的工作于5月20日正式开始。学院总科科长薛凯英介绍道，今年订票工作同往年相比有两个明显的变化。第一，扩大办票范围，以往只能订北京站、北京西站的客票，今年又新增北京南站、北京北站始发的硬席车票。第二，今年全国列车提速后，某些车次和停靠站有所变动，故请同学们依照新的列车时刻表填写订票单。另外，薛科长还特别强调，由于票源有限，所以不办理留学生订票和预订往返车票业务。往返票这个票额有限。感谢你。